员站上平衡木，使平衡木处于起始位置。上球，你们多重啊？90，早上刚量的90。重量先平均站，然后中间那个来，中间负责那啥，对。那我，你大老师多重？我125，我跟大老师差不多。130、130、130、140。那你跟大老师？我跟大老师一起，你俩一起。先试试吧，来吧。来，我跟大老师先试一个。来，行，走，林子，走，我往后了。这砝码不能一下来，走，起。蜜姐一个人带不动，我觉得。我带不动。一开始玩平衡木，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的重量看起来都是130、140、140、140，然后呢，感觉我应该是站在中间来分配的那个。但后来我发现我带不动，就是我这太愚蠢了，愚笨，我的世界太小了，我带不动那个东西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得有力量的人在中间控制。因为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觉得我做不到。反正是这样，两边两个人肯定是不用跑的。我跟麒麟应该不对，我跟甲我们俩不用动，我们俩就在两边，你们仨中间控制吧。来了啊，我来跑了。行，哎，现在已经成了。哎，走，过去。好，快走。我这一下一下的肯定不行。但一次尝试失败的时候，你就放弃。咱们这个节目特别有意思的是在于，就是你如果放弃了，你也出不去啊。然后所以说你不能放弃，然后你就要想方设法的，怎么才能把这个事情解决，然后最终有解决了很多，就是刚开始看上去是不可能的任务，嗯，挺好的，对你那个磨练意志，嗯。要放心，就让我站中间。弟弟，你跟大佬在这边，蜜子在这边，然后林子你在中间，我中间，咱就靠边不动了。对，大佬也靠边不动了，咱四个不动，让他自己动，可以了，小孩。因为那个平衡木人一多呀，它就更越乱，比如重心好像不太对了，这好像往左偏了，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往左偏，他们都不动的话，其实会稍微简单一点，但是大家都想往左偏，就其实很难保持平衡，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重心往左偏，那这马上就打在地上，它上面一震，它那肯定就不按正常套路走。那所以后面你们选择自己一个人去掌握中间的那个平衡，是因为就对，其实就是两边的人作为砝码，他们就不要动，中间这个支点呀，它左右它来回动，它在掌控这个平衡，其实是最合适的。加油！没事，过不了。我都要走了吗？走，不是，那再往那边。稍微给你点劲。不，先不给我先试试自己的劲儿啊，然后。好。稳一点。没错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让他进来了。不要动 ，OK 的。好，赢了，有了。我们最后的一步，好吧？最后一步一块儿跑。5、4、3、2、1，撒花！耶！开门。不容易，测试通过。